怪不怨有谁，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，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，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，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。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变，喜欢以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就让这隽永传说为你重演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驾春水往乱山花俗装灿，谁闻秋颤谁知冬来啊，梦秋千上生死犹在，剪不断思念里还乱，等待再去厚爱，梦美丽酿黄昏归来，岁月最灿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失去了失去的挚爱。在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，谁人也在右边风吹深夜声声自此，谁人也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，两人约不敢听上我眷恋，日日年年未停歇。再没根儿，不知爱何时出现，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。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，而其实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，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，没有时间吃饭，上网断人精酸，科技发达还有效率，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，怎样才能够满足？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，怕是走着小心上头，所以我就老了，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大堵车，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全要把握，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，当神速让我上的学习，这么梦幻，没人比你浪漫，思维美了如同只能吃饭，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，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这种爱，我不要跟你赛跑，因为我知道是没是个礼物，不想这辈子没有爱，日麻不停蹄，好想掉进那故事里，步骤慢点，气氛神秘，留梦美的美梦里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。我很认真的对着字幕检查了一下，每一个字都唱清楚了，而且扇子也没掉，真是不错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我们的评委老师听完这个在没编之后，我觉得简直好的没编了嘛，唱的是啊。春晓老师您觉得怎么样？这扇子一打开，他就是古代的李公子，王者归来风流倜傥。然后呢，你看他那个比扇子的风跑得还快的是什么呢？是跑得飞快飞快的字啊。所以你听起来从节奏从韵律，这整个感觉就像人说话一样哈，字正腔圆，轻重缓急无一遗漏，妙哟。太棒了，我觉得如果一段演唱完了之后，可以让评委老师当着你的面学猫叫，那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。嗯，妙，妙得很。那我们大众评。